在河北区民主道有这么一所小洋楼，它位于华世奎旧居旁边，汤玉林旧居对面。这位名叫程曦的户主是百年前的地产投资者，还亲身经历了一场英租界土地纠纷闹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在这个地儿是河北区民主道的程曦旧宅啊，一会儿咱们逛一逛这个景点。当然现在这里边根本就进不去，那咱们就就他们卖那几张票，估计连扫地的钱都不够。